龙家也来了，看看啊，哇，摆这造型不容易啊，还得站起来摆姿势。看看这个大钳子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用这只手，那只手不得劲啊！多少个龙虾呀？啊？哦。人老了胜把老骨头，虾老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不怎么肥，不知道虾肉怎么样啊？我来，剪刀呢？来尝一口这个老虾，肉怎么样？放点调料，像这么大龙虾，它的精华都在这里。我最爱吃这个大钳子啊，你们看，真的好吃。要啃了，没想到怎么啃了。呸！刚刚用剪刀试了一下，没剪动，你没看到吗？肉还是雪白雪白的。从剥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把它拍得干干净净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很多朋友都说海伦姐姐吃龙虾怎么不开头啊？吃这大龙虾这第一次开头啊，尽管这只不是特别肥，以前吃过很多次大龙虾都没开过头，有吃过肥的，也有吃过瘦的，这只不怎么肥，里面就这样啊，有点反光吧。这只有点瘦，可能看不出个所以然。事实上，这些都是膏，都是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个视频继续开大钳子啊！